看了啤酒，爱江山更爱啤酒。哦，当爱主持，更爱啤酒。不然怎么醉了？不爱啤酒，是不是醉不罢休？更爱江山，更爱啤酒，我们现在不醉不罢休，不罢休。没有，现在没有到。那啤酒对你来讲都没酒醉啊？对啊，我改。你一般都酒醉，哪熬酒鬼？ 明天的雪水啦，明天的雪水，你敢拿你的天光？嗯，你起码就日出一点吧。有。因为啤酒对你来讲，啊，你要学会一点。你是那个，我那古兰就是我的曲。我唱哈嘎吧。 你会不会讲哈嘎巴啦？我会唱那个啦，哈嘎本身。你会不会讲哈嘎巴啦？我放定钱。我们唱。三三兵丁三更天。刚上个。啊，青菜啦，那跳舞的。你没有讲哈嘎巴啦？好，不要紧。没有讲哈嘎巴。啊，我以前教过他哈嘎的啦。啊，我跟你讲。我教他两个月之后，我就把他抛弃了。一去他家，他妈妈我都听不懂。哈嘎巴我教你啦。 很简单，很简单。哎，搞到哎，你客人阿姐嘛，全都快。我本来蛮简单。全都快老母，俺老母底下盖公位，哎，一进去哦。哦。我出来讲，你老母给他搞啥事？东边东边大，你刚看到阿母的时候，给阿母讲，哎，阿母啊，阿老腿动了跑。我们搞笑。老腿动了跑。痛死，痛死啊！痛死，你不是痛死，你讲啦。老腿动了跑，啊，夹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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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真假的，一连串有时候真的是蛮不错的。而且嘛，有分三线跟海线。我感觉咱两个咧都配合起来，迄个默契非常好。啊，拜托你们双手持走，对几点力了？好 ，OK。哦，我阿甘两个恰出奇，几点我两个拜托姐。哎，我会唱五国的语言嘿。什么？唱一个客家歌。阮文慈兄。我会唱泰国歌。无用规工，赶紧把这搬来。啊。文哲兄，我那个哲哥啦，哲哥，是起来叫，你看我搞，是起来叫起来唱一条歌嘞，啊，马改歌起来，唱一条迟到，迟到，你在我身边，啊，好，你到杯饮烧酒，还是要来唱歌嘞？先饮烧酒，然后再来润润喉的时候，然后再上台唱歌啦，哦 ，OK， 啊，今麦到底几个钟？啊，不，咱来唱歌呀。你是讲要唱日子？你当邀请下，甲大家都只好唱的，拢唔要拢去。啊，头号粉丝讲要扛我唱，我讲买。哎，有咧，咱的年轻朋友要唱九幺幺的无？哎呦，九四五三你种的无？九四五三，九四五三。哎，啊是迄什么？迄个打拿铁啊，打铁的无？拿铁啊！哎呀，咱五龙五班啊，少年家咱老好。年轻人拢唱迄个。唱啥？唱迄个。超人囡仔嘛，对不？超人囡仔歌。啊，超人囡仔歌我真爱不要唱。哦，一条妈祖，我学到久诶，一条妈祖，哦，有要想，我想讲哦，为着要参悟条妈祖的性味，学到久，到尾嘛是唱妈祖的囡仔好唱。我是妈祖的囡仔。这个好唱，这个好唱。对，你也知。错，人明仔要学着要去做妈祖，拢爱学妈祖的。啊，为着要讲迄草地囡仔，佮想要学一条，有甲软下久咧。你知太祖爷公有太祖爷公的歌。是哦，手夹着下底一个金光棍，头戴的四块地打光棍，一千二，猜谜题，包子有罪，猜谜题，啊，阿伯伫车玩，伫车顶玩机，结果嘞，好做，又一个，又一个名，伊家报告，李荣庆。
恁阿公伫车顶冤家嘛，又一个新村，啊，你落车啦，我啦坐客轮车无六千啦，哎啦，啊这吃不饱，我来讲没有支付宝，讲吃不饱啦，支付宝吃不饱，那网络吃到饱就可以了。好，教练，好。喂，来个搞笑话，你要到底现在？日出，日出。有卡色噶啦，有卡色噶 ，OK。你哦，咱迄条要唱这条无？迄个日出啊，这个有人要胡搞笑话。我的副执行长，没有。那你们会不会胡搞瞎搞的这一段？乌嘎沙嘎啦啦，乌嘎沙嘎啦，好了。我知影，我要听你。你们那边哦，你有没有看到你们那边哦？
我看到你，你哪搞的？出来哦！阿哥，我爱你伫厝啊！哎呀，阿婆，我礼拜拢无伫厝啊，拢伫外地工作。哦，你去后尾偷开？我知啦。啊，怎么还电话？你老你老有遐奇怪，先甲敲我。哦，我才跟你认定。好好咧，靠，唔单过。靠，唔单过。我定去敲我，那无拄着你。 哈，你讲去考我，那不都对了。无啊，我真的。你阿哥啊，阿哥因遐那老人拢叫我。你吃什么头路？哈？阿哥啊，因遐做水产啊。我假啊。做水产啊。我是做水产，做水产。哎呀，做水产啊。好厉害，好厉害。好谢谢哦。你呢？我过来一天没一天也是来我。啊，一天也是来我。你给我打钱啊？哈。 我看你得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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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都不见了，我也很，我们好像不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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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好像